61岁嘅张兆辉外貌年轻，被赞系圈中嘅不老男神。近年佢长驻内地发展，拍咗唔少脍炙人口嘅剧集。近日佢到广西介绍街头美食，虽然拍摄顺利进行，但就有某名网民笑佢过气，话喺街头行都冇人认到，喺广西零人气，不如到佛山拍片，可能有人会认到佢。嗰个网民即刻俾大批网民围攻，话其实广西市民都不时会睇港剧，一直都认识张兆辉，唔好因为一次拍摄就误会张兆辉人气不再。